挺好的，好喜欢看你们这种很优雅的往前看，眼神往前看，这样子进来。不要走旁边路啊，也太紧张了。第一排太紧了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排松一点，往这边赶紧迅速调整，往我这边走一点。最中间那两个位置有点宽啊。太好了，不要动，不要去吵，不要去闹啊。有的人突然就是摔了一跤，马上就站好，非常好啊。脚步稍微要轻一点啊，这个东西很响的。你们这么想，到时候那个话筒啊，就是为了收你们乐器的音吗？好大的声音。进场啊，进场啊。对，面带点微笑，自信。哎，非常，我们的指挥就是这么棒。哎，哎，看一眼，哎呦，啊，有的人记得了。今天这一遍最棒。